十五日晚，杨丞琳在微博晒出运动后的自拍照，并配文写道：“刚自己在家运动，一样大爆汗。”没有第九章，是不是很卡？你们说？照片中，杨丞琳穿着运动背心，大秀香肩锁骨和小蛮腰，湿透的长发随意披散着，散发熟女魅力。杨丞琳似乎一直都挺瘦的，可能这也跟她长期健身有关吧。不管什么时候看，都是少女感满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